在第一天，而今天更加的不一样。今天是21世纪20年代的开始，祝所有的宝贝们在新的一年里万事胜意呀，嘿嘿，元旦快乐，我的宝贝们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迎来了小小亮子和小小黄衣这两个新随从，当然了，他已经在第一时间把他们都带回家了。先看看小小手，他的小模样哟，还有动作呢，像谁呢？真是的，头发呢也会随着身体一起摆动，身边不停的有扑克牌飘落，身后还背着他的小火箭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最有趣的是，他的嘴里真少了一颗牙，这也太招笑了吧！再看看小黄衣，外观上和三视图倒是一样，只是他没有任何动作，特效的话也只有背后的图腾上面有一点，不注意的话也很容易被忽略。其实姨还觉得，如果他脸上的三个小眼睛能转起来的话，就好玩了。再来看一下等待时候的动作，小亮仔从地上跳到桌子上，然后开始了他滑稽的表演，仔细看看还是挺有趣的。而在游戏里，他有三招，第一招360度后空翻踩火箭，妈呀，危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第二招嘚瑟，他会用自己的方式逗主人开心。第三招原地转圈，哇塞，不晕吗？而小黄衣就比较调皮了，他会从椅子上嗖的一下蹦起来，踏空而行，钻到你身后，然后唰的一下又回到椅子上，嘿嘿，看不出来，黄衣是个小淘气喽。他还有三招，第一招遁地，高高跳起，然后瞬间消失，从地下露出来的小脑瓜，四处观察。第二招卖萌，他会与我们深情对视，然后开始撒娇，卖萌逗我们开心啦。第三招，一开始觉得他是招了爱哭鬼，拜师学艺，想要图腾上东张西望，给我们查看敌情，只是他好像学艺不精，还摔了一下，呵呵。那宝贝们更喜欢哪一个小随从呢？有带回家吗？嘿嘿，别忘了给他点关注哟，现在我爱你。